干起，这两天干啥去了？接活去了。啥活呢？你管啥活咋的？你也要干呢？挑大粪，挑大粪，你挑不？你刷一组999，可以，特别好。你开通骑士以后，会送你50块的金豆券，你得花了，你不花都过期啦。时候都过期啦。
上好啊，俊杰哥，晚上好啊。
是瘦了。你跟我说话了吗？我也要亲亲，我也要亲亲。谢 F 哥的一三一四，谢谢宝贝，记得私信我一下。开心，我能开心吗？我都要饿死了，我到现在低保任务都没过呢，也没有人给我刷星光，差好多星光都没有人帮我。你是那个点，就是你是那个，你是那个质检员吗？你是那个主播吗？还是你盗用了他的名字啊？谢谢抱抱。
你是真的呀。峡谷赤解园，说真的，我也特别喜欢玩琴女，你可以给我讲讲琴女的心得吗？你能跟我讲讲你玩琴女的心得吗？我也总玩琴女，我也总挨骂，他们老骂我。说到质检员的问题，他就不回我了，他不愿意跟我深入的探讨一系列的这种问题。质检员就是谁要是能带他赢，就是过关的那个，就是厉害的人。然后，要是带他赢不了的，就是菜，就是垃圾。你觉得什么样的女生比较好看，能入得了你的眼啊？你觉得我今天戴这个眼镜好看吗？你觉得我今天戴这眼镜好看吗？你说好看，你说好看，你说好看。
等到时候你们来我家做客，我给你们做那个叫什么，就是那个饭团，就是拿那个饭，然后拿那个饭，然后放在那个腋下，这样揉完了以后，然后给你吃。对。为什么？腋下饭团。自然味的。没有味儿。没有味儿，一点味儿都没有。不洗手。手干净的，我手干净的，这些女以前是不是刷生育的对花啊？她没直播之前的话，她是不是那种生育队的对花？我总觉得那种玩撸撸的女生，然后基本上都是玩那个贴吧比较多。对花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当一次对花，可惜了。从不玩贴吧，我也是，我也不玩贴吧。我玩啥？没有人跟我玩，我都找陪玩，我都在那个比心上找陪玩陪玩。打游戏的时候都找陪玩玩，但是他们太菜了，陪玩都是假肢，都老菜。贴吧就是百度贴吧，我没有不带你玩。我那天是我。你知道我那把游戏打完，我正好饿了，我饿的我都心都突突，饿的我心突突，我都饿了。
鞋套给它系上，省得掉下去。保护好自己。加个好友吗？这点缘，哎呀，不用你给我刷，都是主播，有啥刷不刷的？赚钱多难呢，好不容易赚点钱再刷回去，多难受。我都不刷，我都不给主播刷礼物。我之前也有一个君王的号，然后我续费不起了，一个月3000块钱太贵了，我就没续了，就没有了。就我之前那个号就叫虎牙六万一。这个是我之前有一个号叫虎牙六万，然后后来叫大美妞，后来就改成那个六万英 QAQ 了。之前是一个君王，掉段了，掉段了。